由墨尔本的 Port Phillip 坐一个钟左右船，就会去到车口节会场。俾5蚊澳纸，入场即刻见到厨师巡游表演，而呢一班厨师就默默煮。会场有超多款车口菜式，一日食咗10吨车口，好夸张啊！去到记得试埋当地啤酒同 Y， 仲可以买手工艺品做手信。之后揸8分钟车去到酒厂餐厅，主厨特别为我哋示范煮车口，仲要食埋烟熏车口、腌车口配有气 rosé， 之后继续去饮酒。喺酒厂酒吧试到4款佢哋自家制嘅专酒，再加唔同嘅 tonic 试味，仲有多款 cocktail 拣，今次真系会醉爆啊！